个呢就要外挂。那我们去要用到 EDE 呢是 SnipTag， 那你有时候呢你到底装了没有不晓得，结果到回到军威网，啊，我们呢这支程式叫做呢是 EDE SnipTag， 啊 EDE SnipTag， 啊这个，那你有没有装？是你到回到军威网里面的命令，这个呢是功能里面我们去管理扩充功能，去检查一下。装了没有？好，我们去看它里面的没有装，没有装我们就把它装起来啊。好，不要这地方，好，不要这地方啊。ED snip patch 啊 ，ED snip patch 啊，加快点一下。好，然后呢就下步接收，是，装好，好，这样就装完了啊。ED snip patch， 那这个呢是我们就把这个呢装好了。就把这个呢关掉，啊，这个呢是军威网也关闭掉，来把它完成一下，先将外挂起来。